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刀哲请故意，只做有意思的折纸。本期视频呢，来教大家做一个金字塔一样的盒子，它可以作为一个收纳盒或者是包装盒。快要过年了，我们可以拿它装一些糖果什么的，摆在那里还是很好看的吧。并且它的折法也比较简单，只需要一张 A4 纸即可完成。好，下面我们开始来折。第一步，我们沿着短边上下对折，加出折痕，四个角分别向中间的折痕对折。得到折痕后展开，然后我们从下面这个折痕的端点向上面这条折痕的端点连一条线，另外的两个端点也连一条线，做一个交叉的折痕。我们可以先对齐下面这个端点，然后上面慢慢旋转角度。这时我们发现，其实就是下面这个边向着这条折痕对折一下，就是这条线了。如果你折得足够准确的话，折另外一条，打开。然后我们将这两个端点互相对折，压出折痕，把纸翻到背面，同样的这两个端点也互相对折，展开，我们翻回到正面。此时我们注意看这条折痕和这条折痕，我们把上面这条折痕捏起来，然后顺着下面这条折痕把它向下压，我们将下面这两个交叉点连一条线，把下半部分向上折。其实这里是有一条折痕的，我们就直接按照这个折痕向上折一下就可以了，展开，然后将左边这个角向右边折一下，从上面这个交点向下做一条垂线。我们尽量让折完的这条边与之前的水平折痕成一个90度角，另外一边同样。折完之后把它们打开，把纸转到另外一边，这边呢折法是同样的，我们将这条折痕捏起来，整体向左边折，向上加深一下折痕，两边做垂线折痕。打开，我们这样看一下。这个时候呢，如果你有需要装的东西，就可以把它先放在里面了。我简单的少放两块糖果，两边这样向里面收。这里要注意看一下，右边这里呢是有口袋的，是吧？在下面，然后左边这里在上面，它们这两个角互相插在对方的口袋里面，一个是插在下面，一个是插在上面，同时插进去就可以了。另外一边也是一样的，这样就把它封死了。最后一步呢，我们沿着之前折好的折痕，把这个三角形向上折，塞到这个里面就可以了。另外一边同样，我们可以稍微整理一下它的形状。这个金字塔收纳盒是不是既简单又很美观呢？好了，本期视频就到这里，我是刀哲请故意，只做有意思的折纸。